大家看，今天我已经准备了一些金珠啊，因为我想抽一下小卡包。今天我们要大抽一波。从我开播到现在，大概知道我的玄学思路是怎么走的。我跟大家来实测一下小卡包到底有多坑。意思就是叔叔有练过啊，自己就别在家练吧，理性氪金。我租借如果50000能出一张，我已经很庆幸了。我们先试一下水温好吗？士别三日，我早已不是当初五抽阿蒙了。五抽出一金哦，应该好像不错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哎，穿上我的铠甲，包你。十抽出两金，这两金两只都是肥料。再来一次，没了。OK， 跳。哎，如果抽不到的话，抽不到你赔我好吗？没有啊，虞姬啊，不行啊！我先走我以往每次玄学的一个套路了，先走看看。水上好像不太给力，所以我们走城池的路线看一下有没有。也没有，如果没的话，我们就走关卡的路线。玉玺在手，哎，元素。好，001456，哇，这个好像是蛮熟悉的一个坐标。哦，来了！哇，真的 Red Sun 又是你哦，这个坐标真的蛮给力的。哇，还不到两万金就出了啊。哇，真的今天爽，有没有 double 来个 double？ 哦，没了。不错，啊，这边已经抽干了，应该三只已经蛮多的了，抽干了，来。来走，换策略，山东，好，虞姬。白马，血色贼出。各位信不信玄学这个东西？各位，我毕业了，爽啊！这么好抽吗？毕业了，各位，应该不应该乘胜追击呢？来赌一张观银瓶呢？我觉得今天的手气还不错，好像可能会有观银瓶。哎，大家觉得呢？你看我抽
抽三万金珠出两张朱俊，直接毕业。我来试一下两万金珠，看能不能出一张观影瓶，好吗？不要说我没有试啊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看。又是你，最后一金，我们从我们的主城看有没有了，好吗？啊，又是虞姬，啊，不吐骨，哦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好了，不要上头了，大家不要上头，不要上头，上头是一件不建议的事情，因为你一旦上头你就回不来了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多出来啦！哎，王平也来。平地，正是我等无当飞君。啊，今天真是免费大放送 ，SP 朱俊大放送。铜关看一下，铜关会不会出铜关银瓶呢？士别三日，我早已不是当初无下阿蒙了。那就城仓也是可以试一下。应该你大概大家有都知道银瓶有多难抽了，你看刚刚我抽了将近10万多，一只都不出，可是朱俊就来了几张，所以抽到剩最后一抽，看一下有没有，没有，再一次，哇，保底啊，今天好像没有保底过，哎，还是虞姬。没了没了没了，停了停了停了，不能再不能上头，
都是很危险的。后面这一段啊，其实是不用抽的啦，只是手痒，手痒跑去抽。啊，本来是想要100,000金珠抽2张 SP 助菌，可是三万之内就抽到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毕业了。然后因为刚好我还缺了一张观音瓶，所以抽了60,000金珠抽不到，上头了。今天就到先到这里啦，还没有点赞的朋友呢，帮我一个忙点个赞啊！如果想要收到通知，下次我开播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之后这样的话呢，下次我开播你就会收到 email 的通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